这聪明才智肯定一下就给他们都逮出来了。如果我能知道这个是谁的五官，但是我叫不出来他的名字怎么办？这儿有三张卡，这就说明这22楼只有三个人在这儿。OK。这个动作莫名的熟悉，这个发型也莫名的熟悉。这个如果没猜错啊，应该是晨哥的脸跟荣浩哥的身子。你确定吗？是一下被我猜中了一下。你可以自己撕下来看一下。那我先撕下来看。你看一下正确答案。先看看这今天这开不开门红。上来就把哥哥门给找到了，来吧，你刷卡吧，直接，哦，就直接刷 ，OK。哥，有人吗？这个号码，看来是工作人员的屋啊，应该已经去工作了。内衣内务甚至都非常的。确实是生活，这个还给特写。这看来也，其实好猜的不一定是准确的。等会儿啊，最大红包呀！那还说啥呀？那哥，我看看里面。打开，拿着啊。这开工今年新年第一天。夏哥刚在门外拍的一张照片洗出来，写签的名送给我了。夏哥有心了。真贵不贵？一般人真不给。哥，那个见钱眼开的玩意儿，这都撂脸了。不是哥，这谢谢夏哥。瘦了，嗯，减肥了这两天。欢迎啊，好，欢迎来到我们跑男啊啊，好好整，好，一会儿见哥，一会儿见。因为今天是我们奔跑吧第11季的奔跑的第一天，所以我们也要特别欢迎一下我们的新成员范丞丞，欢迎，以及我们在这一季回归的雨琦。这怎么感觉都小小猫小狗这一堆，这都成猴子了，这怎么了？我旁边这个人反祖了。这不是在这个金沙博物馆就得感受一下这古人的感觉，是不是？第一组词的首字母是 B H， 计时开始。白。饱和，饱和，保护，包含，包含，包含，保护，收获，保护收获了，百合，呀，我说了，我，辩护，可以，辩护，辩护，辩护没说过吧？说了啊，辩护说了，就差我了，不惑。捕获，用时1分03秒，挑战失败。啊！下一轮，来。第二组词的首字母是 B M。保姆。表妹。保姆。表妹。对。闭门。白猫。白马。对。叔叔说一个。宝妈。宝妈可以。宝妈可以。加油。
什么？我别骂，你可以说别骂我了，别骂，你可以说不摸，别骂，不摸，别骂，这不算，不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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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不算词语。白门呢？帮忙，帮忙可以。兄弟，要等多久？马上就完事儿。我要去，我还有事儿。马上啊，叔叔。用时53秒，挑战成功。成了，叔叔。成了，撤了。叔叔说，就是说完事儿没有，撤了啊，有事儿呢。也谢谢各位市民参与我们的任务，谢谢大家。等会儿，凯哥，你太快了，凯哥，你太快了。别把这柱子抽了，别把这柱子抽了，怎么这里缩缩管，又 Oh my god， 又 Oh my god。改革！程程用肚子杀程程了，这积分吗？这算不算积分？你把什么东西给推了？算了。换一根，换一根，换到上面去，上那边去。程程，对。又。好像一对睡双人床的兄弟。等会儿，哎，拿脚夹住他，脚夹住，绷住他，拿脚给攥住了。凯哥，快，生快！凯哥，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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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顶住，顶住！好小心啊！坚持住！恭喜第一局胜出的是凯哥。来，准备！只想到一个。3、2、1，李荣浩。3、2、1。李荣浩，3、2、1，李谷一，3、2、1，李荣浩，3、2、1，李双江，3、2、1，李诞，3、2、1，李春波，3、2、1，李荣浩，3、2、1，李谷一，3、2、1，李谷一，3、2、1，李双江，3、2、1。3、2、1，你什么？3、2、1，李谷一。3、2、1，李荣浩。3、2、1，李白。李白。李白。好，题目到。为什么只有李谷一和李荣浩呀？不可以进去，还是你们不可以进去，咱们先出来，
们先去男洗手间再说话，好吧？咱先去男洗手间说话。这是女洗手间，实在不行了。这个 OK， 小姐。其实我会跳很多印度舞的舞蹈。来，你来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跳，我会直接拿走你的。什么？我想想，有一个动作啊，有一个一开始你们先拉着他的那个，对不对？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刘宇这样，然后你。哎，哦，有，对，有吗？然后呢？然后一个动作，太多。这样，咱我们俩手拉着手，你看溜达溜达。OK， Let's go。就是下去是吧？你已经 out 是吧？对，我不会 out。等一下，我用 AA。我用 AA。我再要不？生活要继续。我走了啊，我开始了啊。贵阳，下期见。贵阳，下期见。绿绿的贵阳，爽爽的贵阳，感受着你的气息。我不想加班了，一共就这么大缝，多一厘米都过不去，想打一个打不着都难。好啊，那结果也出来了。不是，没有。啊你选择谁，你就撕他的名牌。周深，我不干。周深，所以我选择的是周深。现在大家走路都是外八字，这一会儿功夫，再过两年我们都成这样了，我跟你讲，确实有点太紧了。哎呀。为大家科普一下，古装戏里面这叫拳网。拳网是做高难度动作的时候穿的，我们一般都用半网。对，在这个保护的好。对，是这更安全。但是这一趴可能得给我们批瘦一点，因为有很多的流言蜚语会到我们的身上来。沙哥才是唯一没有变化的人，甚至很自然。而且你看走路，咱也不像他们那样。平常就这么走，适应了是吧？融为立体。范丞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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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问题。丞丞肯定没问题，那女生都上去了，我可以上，我能上，但是我上就是笑柄。丞丞，你不脱鞋子啊？我不想把我的大拇指废掉。你大拇指进去那个洞真的容易很多。哎，我四的脚，咱俩的大拇指可能不是一个大拇指。等一下，四的脚，你的大拇指能比这个洞还大？不是，而且我那二拇指都更长一点，我一进去是俩，我插不开那么。那你就更应该用了，你的力道比别人强，两个钩子。哎。来吗？加油！穿一下，可以，拽住了就行。你双手拽一下，双手拽一下。等会儿，魏阳老师辣啊！魏阳老师已经快把你的衣服扯掉了。魏阳老师现在都坐地上了，都已经空中悬停，撑一下。哎呦喂，怎
么那么丑陋呢？从后面看就一根线掉了个名牌。就雅观吗？不是，不叫雅观。先双手撑上去，然后用脚踩住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用脚踩住。你试一下松手，你看你还在不在空中？你整个打开，你享受这一刻。我的，我这刚刚喘呼吸了。哇塞！啊，老公，踩上去，踩上去。是，好，等会儿啊，姐。你要不要把那个袖套扔下来？这是缝的。不行，不行。哎，对，我跟你说，太困了。哎呀！啊！放手，我够不上气。啊！啊！全程用时4分02秒，恭喜！恭喜什么恭喜？啊！哇！沙哥！哇！沙哥！哇！哇！哇！沙哥好厉害！哎呀，7分9秒！耶，夏天啊，效果不行。什么玩意儿？效果不行。沙哥用时40秒，我用时4分钟。以后管我叫饭爹得了。你是坏人吗？不是。你真不是姚博士？我真不是。你要是坦诚，我们可以坦诚。我是再坦诚，你看着我的脸，我再坦诚啊！来，三二一，一块儿亮。不亮，不亮怎么办？先发誓，先发誓，不亮。你是不是以为我是你，范丞丞 ？OK， 三二一。哦。OK。哎呀，我看到了。我也看到你了。你给我打拳的吗？咱俩不是一波的吗？你是屎啊！不对呀，大哥。你再让我看一眼。啥眼神啊！你快让我看，快！我绝对看到的是事实。你快，你是屎！快，你演他们呀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是这样的。我掏不出来。太疼了！你真的很好笑。我们先确认一下，刚才晨晨吃到了3块，我吃了4个，有2个碎的，我都舔出来了。哥，我吃了6个碎了俩。不，晨哥好多吃的都碎了。你看啊，1、2、3、4，这都是我舔出来的，这都是我舔出来的。哎，你测 DNA， 肯定有。今天这猫必须得刺，要不然我太对不起我凯琪姐了。陈哥，要不我直接来，因为他本来他就有2次机会嘛，就等于我比下去一个人，对吧？现在决胜局了吗？对对，现在是决胜局。没事，我来吧，都得走这么一遭，来吧。加油加油，你可以的。只要从2队中决出一个胜出的人去拿线索就可以了。你再多讲一会儿，他俩就头就粘上了。这个剑已经在弦上了，现在。斗牛哎！
哎，我拼了，明浩，拼了，明浩，糊弄过来就行。晨晨咬了一个。来，这都是我养的。啊！哎，你们刚有看清谁？我真看不清。看不清是不是导演？那我们再来一次。也行，来个决赛吧，放一个得了。行 ，OK， 就他行吗？可以。离你近不近？等会儿手得背好啊，手连这儿都不能摸，手不能摸的啊！红喵，我要使阴的了啊！我跟你讲，那我使阳的，来吧。好，来。哎呀！你是金哥。头一回上嘴唇嫌弃下嘴唇，现在我可以姐，对不起，你尽力了，我尽力了，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彩蛋，彩蛋，正月里开花十四五六，换，换换，脚向前。你刚才是这么跳的吗，老师？老师，刚才我肯定是这么跳的。你敢质疑老师？没有，这组50分，扣掉。没有没有，老师，不敢不敢。他们这个队质疑国际裁判，我听见了。反正一会儿这分儿肯定是我打。东北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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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连的，大连的，佳木斯的，帮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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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老师，你看所有人的态度都是。蹲，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地板动作，耶！裁判，国际裁判，哎，你看我有眼光，有眼看我有眼光，我这背上。好，我们下面这个动作的要领就是把人扒拉开，扒拉开，起来，扒拉开，扒拉，扒拉开呀，扒拉开。起来，上一边，上一边，上一边，一边去。走不腿，腿，甩头起。老师，我们这个动作可以吗？这个你又质疑裁判？不，导演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分。我觉得，我觉得他们队就算了。裁判，小孩，他们就算了。人家给他们一直在质疑，我是没有质疑。小孩也他永远都在质疑你。我给你演一个，就是这样吗？然后给钱，给钱，给钱，给钱。我感觉是这一队多近点，然后下一队是轻松一点。是的，失败的队伍也要解散，也要解散。谁呀？谁谁谁？攻，攻，攻！态度，配对发球，往前打，往前打，往前打，下杆，早点下杆，强，搓搓搓搓搓，我的脚脚，别打脚，别挡门没用，别挡门，搓搓没用，没用，就是这个感觉。就这感觉，我记住怎么跳了，都还记得呢。别挡门没有用，不能挡门，再往上走，往上走，打出去。白队发球，准备，跑跑跑。
挡挡挡，还有没有？好，好球！挡挡挡，还有没有？好，好球！挡挡挡，挡挡挡挡。挡挡挡保存体力，保存体力，保存体力，对，保存体力，可以啊，咱们分数很接近，很接近啊！来一次进攻机会，来一次进攻机会，程程，抓住这个机会啊！程程要来了，程程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王迪，王迪，全场全上！好好搓搓搓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往外搓，往外搓，加油！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优势，占进入优势，往那边搓，好好搓搓搓，搓往那边。漂亮，范丞丞！太牛了，太牛了！哇，牛啊！四分，再给30秒，敢不敢？太牛了！从今天起，我改名了，以后我叫范曲棍儿。范曲棍儿，曲棍儿，你说骗子，看起来。不想认真的人，一旦认真起来，说不定是哪匹黑马。因为我看过韦丽姐非常多的那种花式的那种大招，我觉得可以感受一下真正的冠军的一脚。一脚，一脚或者裸脚都可以。哎。裸脚就算了，姐，裸脚就录不下去了。让你有婴儿般的睡眠。哎，太可爱了，婴儿般的睡眠。真的要感受吗？我的妈呀！美丽，你注意点，这人有碰瓷儿的前科。一成功力啊，一成功力。OK, okay 多了不能再有了啊。Okay, 好的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呀！我说的嘛，有碰瓷儿前科，这不就是马失前蹄。杨天，工伤，马都给我气漏气儿了。四个人最好有一个轻一点的，因为有一个人要骑在另一个人的脖子上。你上，你上。那你的脖子。骑在另一个人的脖子上。你上，你上。那你的脖子，你不是走？听好，听好啊！我骑，我骑。人要轻一点的啊，然后呢，听我的啊，那个骑在脖子上的人，骑脖子，骑脖子，好了，听好，听好啊，骑在脖子上的人双手打开。那剩余的两个人拉在底下那个人的双手两边斜侧，斜侧，这不是刑罚吗？这些动作吗？那个两侧的人是斜躺着，这样啊？两侧的人是斜躺，快快，一只手撑着，一只手拉着范丞丞的另一只手，撑着白鹿，撑着白鹿，撑起来，好，拍照拍照，可以了，表情管理，表情管理。3、2、1，请拍照，开心一点。后面的霸总们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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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妈，要了命了！这不是游戏，这绝对不是游戏，这是报复，这是报复。我们现在这个装到演漫威的都没问题。你是希瑞的那匹战马吗？来来来，多来两个，多来两个。
杀死他们吗？也是那种。你是哪个奥特曼吗？看见爸爸的肉吗？这小孩小时候是怎么长大的？好跑跑！孩子们。哎，怎么跳啊？大家一起跳好不好？来，来，三、二、一。怎么突然安静了呢？我有点，好激动，好激动！泰国的水是什么味儿的？这水真的是咸的。副歌啊，还有两伴舞的，啥呀？哎，屋顶会着火。No elephant。咱俩是啥？全程就把秘密给看着呀。他们啥时候找到我们，啥时候上手撕了，是吧？对。他要找到咱们俩了怎么办？那咱就跑了。跑呗。大难临头各自飞。No elephant。巴德。我觉得应该去探探他们那边的人。这样。我觉得往上走了。在那。他怎么？他怎么要跟着我们走呢？是不是？哦，哦，他发现东西了。嗯，这一片没打。你干啥呢？他发现东西了。嗯，哦，枪。大象，乌龟。米莉，米莉，谁的？米莉，米莉，米莉，站出来！谁的？米莉，你给我看看，我相信你不是坏人。米莉，米莉，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，相信你。你给我们看看，你给我们看一眼，你给我们看一眼是谁的？沙溢啊，就西。谁啊？沙溢，沙溢，沙溢。啊，沙哥。沙哥在哪？沙哥，沙哥快跑！沙哥，信封，好花呀眼睛，你眼睛花吗？我已经要晕了。Thank you。太难了，啊，当坏人太难了。啊，先斩一个，要不然实在是不好弄，太多人了。谢吧，本是同根生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感受一下啊，感受一下，准备扔了是不是？准备扔了是不是？啊！不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包住，没包住。走，咱俩坐回。不是，这个好难包啊。说实话，这可以试一下吧？行，那就当示范了。我也要示范。不能够这样啊！我都这样，你不给我一分？
总会湿的。明白了，总会湿的。正式开始吧。来，请上泳帽。这也不能再弄我们俩次了吧？肯定不会再弄你了，是不是啊？来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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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吧。有什么区别？有什么区别？还是在这儿，同一个位置。非得弄我们俩，非得再弄我们俩，为什么？这可说不过去啊！我跟你说，这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吗？恭喜弟弟和沙哥抓住两位，所以你们得一分，范丞丞 baby 扣两分。不是，我们为什么套不上头啊？为什么？我来说我的不满，凭什么我就四分半的镜头，这个显眼包有十三分半的镜头？今天你感受到了吗？今天我必须要五分钟的镜头，不可以再差少，可以吗？显眼包，哦，还有，把我们俩名字打错是什么意思？对，你叫什么？我叫范什么呀？那叫，我都念不出来那个字。你少了俩一，我那个名字拼错了，这么多年了，阿格拉菲比。这两个确实因为我们工作的失误吧，这个会更加注意，争取让我们节目完美。没事没事，理解你们，理解你们。